太好吃了！在深圳，究竟是谁会用我豪爷这样的名号呢？成都来了就不想离开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 这个怎么卖？这个一斤是一块钱。把这个全部给我称了。啊，西葫芦的话，不知道你要怎么做。先做。小城的人们面带微笑，端坐个街巷。客散自办又香，有人的羊杂香，一口汤精神倍儿爽。我在湖中喝早茶。 五种神秘的早茶到底装的什么样？非常溜口水的我们，揭秘给你们。闹闹，咱们早上在市场采购的葫芦花，你看一下是哪道菜？嗯，找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那边是不是这个吗？对，尝一尝。嗯，非常好吃。其实我做早茶呢。今天你看到的和10年前看到的不一样。嗯，为什么？10年前呢，我们可能你在这就是一碗牛肉面或者一点吃个饼儿就走了。那随着社会发展，餐桌上越来越丰富了，就这一时间来吃早茶呢，已经成为梧州人的习惯，也成了风俗和风景。这个肯定超级受欢迎，这道菜。是的。嗯。来，欢迎咱们远道而来的朋友，用我们梧州最特色的八宝茶欢迎您。欢迎。梧州早茶中的八宝茶也非常讲究，枸杞、红枣、核桃、桂圆、葡萄干、芝麻、菊花加茶叶，只有在茶五十分丰富的地方，人们才能想到这样去泡茶。 这才是云中大宝茶正确的打开方式。我非常的期待去发现本地的美食，叫什么？免费。您做这个有多少年了？哎呀，做了几十年了。面馆的进去，他吃片就好吃，口感就好了。嗯，那肯定。啊，也会改变口感。我们家酿茶可以已经是传奇的人。 传说中的羊杂西施，超美的。希望你们能介绍一下怎么做一个好吃的羊杂。主要是纯手工清洗，然后就是我们家的羊肺，特别软糯。嗯，还有我们家的羊油辣椒呀。哦，大家好。
好吃了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怪不得乌中人、宁夏人、各地人都来这里吃这个碗，实在太完美了。这是我的家，我是大螃蟹，我要吃刀子，喵喵喵喵喵喵。加油闹闹，我这午饭就靠你了啊。我愿意。哇哦 ，OK。哎，有感觉了已经。开始开始了。我感觉 我没法走路。哇塞，很多。哇哦，好多。Oh my god！ 哇，好多。哎，来了。哈哈。我是白蟹王。看我们的这个蟹特别白，是因为我们黄河水天然的一个洗澡巾给它洗白了，刷白了，哎，刷白了，白白的。嗯，太好了。到我们宁夏来吃东西，吃的是原生态。现在把这个螃蟹引进来呢，不仅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餐桌，好多这个西北城市的餐桌上都有我们的稻田蟹。哇，记得他，我记得他，摘一点咬我了。对对对对。我们农村的生态越来越美了，到我们农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同时呢，我们临村新光村呢也建起了这个乡村民宿。宁死光得了好很多，风筝也没了，环境也没了，外迁子也光了，腰包也鼓了。宁夏一直有螃蟹这个文化吗？宁夏以前就没有螃蟹，见都没见过螃蟹，见了螃蟹还害怕。对，我们是从2009年开始，是慢慢的研发怎么养螃蟹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做了好多实验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环境也是你们打造的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这片是300亩，我们这个基地现在就养了有4000亩。我们这个稻田养蟹产业，带动我们全镇300-400户农户增收致富，预估收入大概有400万，比去年多收100多万。哇，金灿灿的稻田太美了。讲葡萄酒就是讲故事，从葡萄的品种到葡萄周围的各种各样的草，当然土壤，到天气、雨、阳光和风，当然也有酿酒的这种工艺，都是讲一种故事。那我们现在去讲宁夏的葡萄酒的故事。为什么叫123呢？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的。葡萄酒需要有故事。桌子上这瓶酒是我们的136。哎，虫虫，你先来坐下。看你也很专业啊。小时候跟我爸爸学习。对对对。漂亮。嗯。对，我开葡萄酒，我很喜欢先问这个，因为他会告诉你一个初步的一个故事。这个1236的典故，他当时是移民100万人，流转200万水浇田，投资30亿，分6年完成。这个地方过去，可以说寸草不生，一片沙漠。就这些年，沙漠变绿洲了。我们这条生产线每小时能达到3000瓶，年产值的话能达到800吨左右吧，提
宁夏和莱塞东路整体的一个酒庄有200多家，我们红树采区作为一个明星采区，中国葡萄酒第一证，那么我们现在采区有28家酒庄。我这个要整体3000亩葡萄园，所有的用工都是红树移民，好多的都是红刀村的在我们葡萄园进行劳作，但是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很好的工作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每年跟农民花几百万工资啊。从搬迁到现在，我们呢能从大山走出来，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得力于党的移民搬迁政策。这是我们地下酒窖啊，这是我们的土陶罐，也是一个储酒的容器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保持葡萄酒的香气，果香味不流失，保持它的原汁原味。那你们是中国第一个酒庄这样做的啊？那说是我们第一。变化，历史上的变化，都在我的眼前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非常非常特别的酒庄。我们叫长廊，叫陆香榭。我给你介绍两位朋友。好的。你好。您好。这个是我们宁夏非常著名的教育学者瑜伽老师。这个是酿酒师邓周祥先生。快请坐。来，请坐。谢谢。请坐。从酒庄建筑，我们就从做小而美、小而精，包括我们的每一款酒。因为在这里之前其实没有种葡萄，我们是属于第一代葡萄酒人，我们在这里种下的这些葡萄，去试图去寻找一种中国葡萄酒的中国风土。这个地方特别适应，特别适合种植葡萄。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，天地人啊，一定要和谐，和谐相处，所以出来的产品就会很好。我理解的是宁夏有一种对世界开放的态度，什么是好的宁夏人都可以混合在自己的文化里面。优雅的葡萄酒非常特别，就是打动了我的心，也是震撼我的味蕾。对对对，中华友谊啊。不会是到了西安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是在延池，这也是一个古城。那我们上去看看呀，一会儿。好主意。你知道吗？秦时明月汉时关。你看这个日出，多美啊！探楼延池，我们来了。哇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张果吗？对，我是张果。啊，听说过你，能不能介绍给我们看你们的羊？能，行，走。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养殖滩羊的。那张果，你们这边有多少羊呢？有1000多只。1000多？啊。我们这老百姓几乎都养的是延池滩羊。销售量特别好，经济收入也越来越好，所以你们的收获也升级了。对，你看这个，它的黑眼睛好好看。阿猫告诉你好。打扮漂亮，可以参加选美比赛。不要紧张，都会顺利。李焕俊，加油！加油！
盐池滩呀，我来了！这个是名扬天下的盐池滩羊，下面就是盐池的滩羊选美大赛。哎，闹闹，你看盐池的这个滩羊节，它其实也是农民的一个丰收节。嗯，对，从国宴到百姓餐桌，滩羊的美味给盐池带来了荣誉，也带来了富裕。掌柜，我们来了啊！你们觉得这三只羊哪个最好的呢？这个家庭来讲，当然目前最好的应该就是作为父亲的这个羊了，公羊对吧？从这个发展和潜力来讲呢，就是他的后代了。张工，加油！啊，加油！冠军啊！你好，我们能问一下你们这个大分的标准大概是什么的呢？我们主要看三个指标，一个就是体型外貌，必须要符合滩羊的这个品种特征。你比如说，它嘴巴必须要过黑节。第二个呢，滩羊最主要的是要看皮子，看这毛，它的这个身上是绝对会有比例色斑，因为我们滩羊是世界唯一一个白色的秋皮羊，这就是它的这个犄角，对，犄角，哎，很雄性，啊，也很爷们儿，很厉害，对，很爷们儿，对。滩羊的品性十足，都像搁这个药，看的药发家致富，这个药那个老百姓那增收。哎呀，好吃了！感觉怎么样？吃起来这个大块吃肉的感觉，找到了这个宁夏人的那个豪爽。全品的品质特别好，是我第一次来宁夏，也是第一次吃滩羊，对的，对，体验的非常开心，全世界都可以来这里玩，要来这里吃是最好的。你们国外有没有枸杞呢？国外没有枸杞，但是我们都喜欢买，当超级营养食物。嗯，那你好不好奇呢？究竟枸杞是怎么样的一个制作加工工艺呢？非常好奇啊。嗯，那我们去看看吧，走。我们去理解一下枸杞。我来看看宁夏的枸杞到底是什么机构。果然。真的是一个水果。枸杞呢是一落叶小灌木，而且它又是一无限花序。您看到这一个枝条上，有结了果的，有正在开花的，所以枸杞采摘是要一粒一粒拿手工来采摘的，全是手工。哎，而且一年我们大概能采十茬左右。那么最好的果子下果，可以体验一下。我来品尝新鲜的枸杞。很嫩的，这个更好，好好吃，哇哦！这棵树它是我们号称是我们枸杞树的一棵母本，中国人讲它就是枸杞树的这个祖师爷。对了的，我们整个这一块是有几千亩，非常漂亮。这是一杯枸杞茶，您可以去体验一下。你们是用枸杞的什么部分做这个？我们这个茶是用枸杞的嫩芽。好喝，也不苦，微微甜的。因为枸杞这个物种它是耐干旱、耐盐碱、耐严寒、耐酷暑，所以枸杞的它适宜于生长在干旱贫瘠的大西北。它不仅仅对人类的健康有益，其实在我们西北来讲，它还承担了一个生态环境治理的这样一个守护者。
真正在宁夏来讲，我们人工种植枸杞的历史是600多年。嗯，在宁夏来以后，到处都能看到绿油油的这个枸杞园。那么有很多的农村农户都是靠枸杞来脱贫致富。一粒好枸杞是源自于父亲山的呵护，源自于母亲河的滋养。所以我们说是一山一水一圣果。我们俩喝一杯茶，到田间去采枸杞去。好主意。好好。其实我想问一下，这么好吃的枸杞有没有很多鸟来吃枸杞呢？有。人与自然的和谐，用开放的心态，我觉得让大家共享一粒枸杞的美食。恰恰鸟吃的果子都是最好的果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这边的厨师吗？是的，我是这边的主厨。啊，太好了，那想问一下，能不能一起来做一些好吃的？我这边也是厨师，我们可以创新一些中西合璧的，好不好？您这边是过来旅游还是过来做？我们是来做一个非常好的节目，热烈欢迎。听说你今天做了特别大的中国式餐，我要自然发挥。这个做好了，你来看我吧。餐桌上见分晓。哇哇哇哇！一个宁夏白兰地，忙起来，兴奋。今天晚上我要为大家做一款时尚的一个星空宇宙。这个是它的一个层，一层一层的把它要放平。然后再来一层酱汁。哇，河南山东路的白兰地我来了。我们开始出魔法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种香草盐，哇，包括在我们的沙拉，好吃、健康、爱心，没有毛病。我对白饭不是特别讲究，我来给你弥补一下你缺。默契，默契，对。OK， 我们今天晚上的甜品上场，可以省调料，好不好？欢迎在沙漠上享受中西合璧的一顿饭 ，Cheers！ 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哇，这个羊肉外焦，里嫩嫩，太香了！你的特料真的是。比我们酒店的做出的羊排都棒。对，你先猜一下还放什么？有辣椒肯定。嗯，对，有辣椒。酸的，我们宁夏的食材。枸杞。对，太棒了。啊，惊喜来了！我也想说。这个让我想起来那个法国的那个 opera， 对，那个歌剧蛋糕。嗯，歌剧蛋糕。很像那个味道，但是它又有了那个中西结合的点。在沙漠上的灵感，在我们的眼睛里面会出星星。宁夏的美食，对，还有这里的风土人情。谢谢宁夏的一切。
究竟什么才是宁夏美食、美酒、美景的灵魂呢？它的灵魂就是宁夏人吧。那些牧羊的人，养蟹的人，种葡萄的人，酿酒的人，守护枸杞的人，其实他们用辛苦改变了餐桌，也改变了生活。对，他们的热情，他们的勤劳，他们还非常懂感恩。对，感恩那个父亲山，还有感谢母亲河。对，幸福的人他拥有自己的人间烟火。也拥有星空、诗与远方。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，而来到宁夏，就像回了一趟家。对。